后今年我妈妈爸爸来上海玩，还有妹妹弟弟也玩了，但是今年他们不可能来，所以我相信担心我们用这个韩国的微信交流沟通了，所以呢我希望他们下次来上海还有一起去杭州或者苏州玩中国有很多城市玩，所以我想我妈妈爸爸看旅行别的城市一起开心，所以我不知道谁懂我们的视频，但是我经常感谢你们，还有我们现在准备云南旅行，所以肯定接你们在云南吧，谢谢，我喜欢上海。